各位可爱的陌生人，你们好，有缘相遇，我是光，感谢所有的点赞、订阅及建议。今天是2023年5月3号，近日的哥哥弟弟，一个在西安如梦剧场，一个日夜兼程，剧组和路演两头跑，祝愿两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顺顺利利。俗话说，越是真爱越会小心翼翼，哥哥弟弟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公共场合有所交集了，但是 CP 粉的数量反而有增无减。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就会发现 CP 粉的不断增加，原因就在于他俩总会暗戳戳的给糖。肖战在5月1号下午17点47分登录微博并进入自己的超话， IP 地址显示为上海，但是肖战5月1号正在西安，这么看来就肯定不是肖战自己登录的，而肖战工作室在北京，肖战影音会在安徽。此时不得不联想到王一博，一博工作室在北京，只有一博在上海，估计是一不小心登错号了，不过也说不定是故意登错号，宣示主权来了，告诉大家战战是他的。小狮子的霸气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，面对千娇百媚的肖战，满眼都是宠溺与爱怜。肖战影音会4月30号在安徽，一博工作室4月30号也在安徽。细品一下，他俩之间没有交集，谁会相信？还记得一博的歌曲《我的世界守则》吗？我们永远不退让。当时的战战唱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。当时的一博工作室发文，无惧前路坎坷征途，坚持本我孤勇向前。配图共4张，第3张三是谐音在，也就是战。仔细看这张图，看到了吗？一博的手心里是不是有一个吻？在手腕处还留下明显的 P 图痕迹。仔细看这张嘴的侧颜，再看肖战的这张嘴，这完美的贴合度无与伦比。能想到用这种手法来表达，多亏了学设计的艺术生肖战，怕我们看不出来，还特意在手腕处留下痕迹。他们是在隐晦地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在一起的。肖战工作室27号发博配图18张，选在第二和第八张相对应，又是爱博，这是战战的小心思。他不像一博是个直球，说话做事直来直去的，战战是个外柔内刚的人，能从227涅槃重生，可想而知内心是多么的坚韧。温柔的外表下是一颗倔强的心，战战认定的事情也是会坚守着的。小编就是因为王一博工作室的这张图，才坚定地确信了他们之间的感情。一博外露，战战内敛，这是他俩的性格所致。其实小狮子也是金贵着呢，天秤座的战战把所有的坏脾气都给了他，可想而知那只兔子对小狮子的依恋程度是有多深，双向奔赴的爱有迹可循。在中国严峻的体制下，小编会一直为他们祈祷，愿他们顺利平安，终能跨越世俗，行走在阳光下，自由自在。